在那个红金桥画那个标线以后啊，很多不够高的年轻人呢、啊，踊跃到什么程度呢？最早是那个线是笔画的，那白天量不够呢，他晚上过来就把那个改矮了。那第二天去量够了，那很多领导就奇怪，他说昨天不够，今天怎么够？让他发现了，哎，他把它改矮，改矮那不行了，重新量过就用刀来刻，那刻痕你总不能改。他们也还有一个新的办法，因为当年年轻人不像我们现在哈、啊、穿这么好的鞋了，他穿的裤呢是大头裤，那裤脚也很大的，他就是穿着草鞋，草鞋的底下呢垫了稻草怎么的很多，就把自己垫高。但是很多路线了、啊，他把这个裤往下拉，就拖拖沓沓的跑里面先量一个高，因为他不够高了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千方百计的去参加红金。